介绍，啊，你敢听下来啦？有什么？恁龙派一块卡恁家帮啊真济，迄人伫路恁咧行，我来讲，你有车拢是无衰，伫厝恁咧困觉帮啊电电话死，才有衰，因帮有传染病，有登革热甲致昏老人，你听无来啦？这个来叫做补龙派，再强调一次啊，我早无介济，记得要无回啊哈，恁在讲补龙派，恁在补龙派啊，特别招对咩？灿坤全国电池甲家乐福嘛，一个卖偌济？299399嘛，伊是啥物功能？伊就是补龙派嘛。阮这叫做补龙派，但是有加一个作用，为啥物？因为你甲插咧，伊就变成补蚊灯。恁在补蚊灯，搁另外买啦，一台1000块咧啦，骗恁创啥潲啊？是毋是？遮大粒占空间呐、啊？你即摆举伫手哩，伊就是补龙派哈，插咧伊就变成补蚊灯啊，一举两用啊。这买买啥潲？你甲我讲，即摆在咧买，我看过了，一个卖998块，毋是开玩笑下来。你当下记哩，内底有充电器，无电充电倒，电甲充好百咧，看到蚊啊吗？做甲放咧倒下来，开关有两端，甲边去中迄端，看到蚊啊，这个按键甲低落，伊会倒红灯，看到蚊啊缩过，蚊啊撇一个死去啊，好，这个叫补蚊派。但是你要困啊要嘛？你要困啊真简单来，有一个遮挡啊插咧，开关边去咧第二端，伊会倒电话，安尼变成补蚊灯，蚊啊飞入去伊就死啊，唔免解说，安尼咁看下来啦，唔相信吗？来，叫讲讲一下这波咯，用啊。杨哥，对哦，从你哈。好 ，OK OK， 顺行，我在请外面，好、哦，来好紧啦。快乐，安尼飞入去就死啊。快乐，哦，即摆叫做补蚊灯哦，补个占空间哦。恁家的补蚊灯遮大粒，是毋是占空间足麻烦的，无地坑，伊就是安尼尔。你看这偌方便，有看到无？超好用的哈，来补蚊拍，吼、哦，补蚊灯两用啊，来，有介意听看卖就好。你讲偌济？偌济？这个不要买，我唔知你买啥，谁人讲贪八零下来2000？200块，你一世人干来咱减国语班啊乡尔啦，靠腰啊，班啊乡就3-5，你甲沟通一下，我骗你创啊潲，唔捌做过真卡呢啊。哟，分甲目油碎碎，你着3-5，你买补温派加补温灯，200加偌济？200到偌济？200再来滴，200块，200哈，你200无可能个代志呢，唔是不爱买你呢，偌济？对嘛，加300是咪500？无啦，300啦。你骗人呢？你较早袂安尼呢？啊，300加偌济？300到偌济？300过来滴，300块，300块，又够300块？哎，那个开杠啊啦，那对，卖遐高位啦。350。加50哦，来，再拿一条回去擦啦哈。我来讲哈，我先讲，我咱打飞机啊先退起来。来我讲哈，我先来报告一下哦。我早无介济机，啊你家己无耐心讲啊，去外口买一支补蚊拍，偌济？299399，你补蚊灯还要钱买哦，哦一粒上只1000块哈、啊，来一支两用哈、啊，会要开钱，我咧讲会愈开愈好价，不要嫌钱愈嫌愈半价。你觉得便宜？有需要热天到啊啦，帮我讲伊有传染病啦，无天气啦，你无搞我变来去找别人买，无迄个功能的啦，甲你我保证啊，来啦，来，包一支互你，包一支互你，拢300买牙齿我来啦，300就啊不用350哦，来啦，300块得啊，来，要补蚊拍加补蚊灯啊，一两用啊，整个夏天蚊啊，干那侪尔啦，拍开规拢蚊啊啦，泡死啦，这唔开玩笑，蚊啊定定是会招受传染病啦，哟，补蚊拍加补蚊灯两用啦，比口气蚊啊要较俗啦，300块得啦，哎，特价3支1000啦哈，要买3支的跟我说一下哈，哎，今年啊，哟，300块够拿袂无？阿斌，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阿伯挂出去。这里还有吗？你们什么回？来，还有谁要？给你哥们几块来，一支300块来，补蚊拍加补蚊灯。猪的后面那个。猪的后面娃娃机哦，那个的娃娃机来，来这个个来买无？补蚊拍加补蚊灯来，还有谁要？300块，我讲你买一支灯来，咱用两种用途，你买三回，你跟我讲，哦是不是？点就来了。有还有谁要哈？一支300块够无？通通有的哦，来通通有，我们换东西啊，可以点东西哦，不要客气啊，帮我点东西，我帮你介绍啊，甩棍哦，甩棍来啊啦，甩棍来啊，好来，阿伯手机再过来啊，拄啊随桥都把等你载，哦，手机再给我宝贝，再给我讲哦，墙板手机再拿宝贝，再给我讲哦，手机再给我帮你载来哦，好，你听好来啦，有，来我讲啊，你拄啊讲什么？